和关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。现在已经有西媒开始关注并表示将参与2020年3月的官方新闻发布会，请共同期待在2020年5月2020年度国际精英女性全球颁奖盛典将华丽启幕。预祝颁奖盛典圆满成功，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和支持，我们明年再会。